继续来看今日的在地上水专题单元，要由花坛乡民代表会主席罗世雄带咱来到花坛街啊，食这个黄金菜头粿，原料只有米甲菜头，食材简单，这食起来煞有真高的古早味。头家牛看到人就知影要食啥。哎，美女呀，石头呀，哎，阿弟拢来哦。阿弟来，要等点这边啊。这个站嘞，站嘞，站嘞，站嘞哦。拄到亲戚好朋友，万来食好了，拍一个招呼了后，赶紧享用黄金菜头粿。这个气味是真赞。安怎讲赞？目前吼，咱所食食花大香，暗物个食这黄金老老糕。所以话，这间店吼有伊个特色滴咧，咱有食食着伊个两个两芳，吼，啊个鱼个炒落过，拢是家己做个，无经隔壁买来变个。所以咱食着个迄个口味吼，实在 Q， 对底个个两芳，啊个有豆花我来配，哦，讲个实在赞。有话好食咧，听主席讲也无够。哎呦！啊，别来兄弟看哦，兄弟面先瞧，给咱个看卖错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阿弟阿弟，今天来哦，哇，好热热热热，哎呀，都内行都爱知，人家食这好料的呀。啊，兄弟呐，知有这味啊，这这招牌啊，我来这爱点这啦，我来这点这吼，我嘛是专门来吃这嘞。哦，我用味咖啡嘞，贵行拢真赞嘞，伊百万嘛是这吼，我特色嘞，哦，包位食落去吼，非常好食。爱吃这边的内行人是真多。赞赞赞赞赞！那配鱼拢做出来，那饭吃的旁边拢出来，赞！趁乡长也搁咧食，先叫主席带咱来看卖，什么是黄金菜头粿？这是咱会当做特别的物件，啊，这是安怎做啊？哦，啊，就咱菜头啦，啊，咱家己炊啦。哦，啊，拢菜粿拢家己炊啦，现炊。啊，你头先只旁的倒迄些物件？哦，迄两啦。两个哦，吼，迄两个俩，咱的两是两千啊，两零。我有啦，吼，安尼会较差吼，两菜较差都较好食啦。哦，食个口感不一样。这是个小吃，除了黄金菜头粿以外，也佫有真侪饲料的百元加综合汤。哦，咱的物件就是物美价廉，外口咧食无得食。阿伯，油价偌济？蛮好的。好，哎，萝卜糕三十五块，然后那个霸王三十，那六十五。哦，这这外块在烧哦，这三十五块。哦，这无得吃嘞，来赞。什么？敢真正有遐尼俗？因为菜头粿甲霸王拢是家己炊、家己做，成本较低，当然嘛袂使袂伤贵。我们的萝卜糕好吃，而且是自己做的，纯手工啊，然后菜头很多。为什么会叫黄金萝卜糕？黄金就是那个蛋汁、蛋液这样子，然后煎起来就香香的、脆脆的，很好吃。欢迎大家有空来试吃。内行的花坛人才知影的特色小吃，来到这上水的不只是吃好料，也可以当感受到妈妈带着早囝传承好手艺，分享在地好口味。高中华新闻，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。